好嘞，来，老师傅开始吧。我忙。HSK 考级都交。什么？你要做 HSK 考级吗？不是。OK， 昨天我们学习了这些生词，生词里点它嘞。来看一下十一到二十，读一下吧。周时。劝导，指路灯，永远上方，阴雨天。好的，中时啊，中时最老师的第三期的我表达中时，好，明天没得六百六的中时向导，向导最老师的你们表达的我表达向导，指点，指点的就是指点六百六牛逼的我表达指点，北极星啊，北极星就是东界北极星，好，然后是展。展所以老师说一盏灯迷着不用路标的展，好，然后是指路灯，指路灯所以蓝牛的迷不用路标的指路灯，好，然后是永远，永远所以就是捏人讨论路标的永远，好，下一个是乱床啊，乱床，所以老师说呼啸都低啸都，所以乱床。好，下一个是碰上，所以就是多米的、提米的，我表的碰上。好，然后是阴雨天就是摩翁比罗摩远的牛表的阴雨天。好的，可以了，来靠边比罗手机包中时。中时向导指点北极星展指路灯永远乱船阴雨天。可以写了吗？看一下。可以写了。都可以写了，对吧 ？OK， 来，那我们把书本翻到后面，扫过那个栏吧。第一个是什么老师？第一个是永远。老师，等一下。永远。好了。好了，永远好了 ，OK， 下一个。永远好了，我。指点。指点。好了，老师指点。好了。指点。好了，老师。我好了。好了，老师。好了，好的，下一个是。阴雨天，老师，第三是阴雨天吗？对，阴雨天。阴雨天好了，还没好。好了，老师。阴雨天好了。阴雨天好了，下一个是中时。
忠实，谁好了？忠实。好了，老师。你好。忠实。好了，好了，忠实。OK， 下一个是乱床。乱床。第五是乱床。对对对，乱床。我知道了，乱。好了，老师。好了，老师。嗯哼。好，然后是北极星。第六是北极星。北极星。好了，老师，北极星。嗯哼。好了，这个是展。写好了，展。展好了。好，下一个是碰上。碰上。第八。嗯哼。老师写好了，碰上。嗯哼。好了，碰上。OK， 然后是，指路灯已经好了吗？还没有。写下指路灯。还没好。指路灯。嗯哼。指路灯好了。还没好。路灯。好了，老师，指路灯。好了。路灯。我好了。都好了。好了。谁做屁屁了？看一下。老师就是要有一个。还有一个吗？还差一个向导。向导。这是最后一个。好了，老师，下高。向导好了，老师。好了。好了，老师，向导。嗯哼。OK， 都好了，对吧？好了。对。好了。来，那我们继续往后。老师，那个是多少家没？好，跟老师读虫。那就上次了。虫。虫子，老师说完。把嘞，就是别对你了，我表的虫。好，下一个是鸡。鸡。对的，鸡等于老师说就是别的指标啦，鸡。好，然后是沟渠。嗯哼，沟渠等于老师说那个什么，沟渠。
喵里里有表达勾取一喵的吧不那喵有表达勾取好然后是积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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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观察好观察观察 OK 观察所以老师说啊丽拉拉我表达观察好的大家一起读一下愁愁兮勾取积雪观察嗯好的在这里呢老师个啊老师个勾取勾的取六一直接嘛嘞勾取好看一下勾会写吗勾会写嗯哼取老师勾是葡萄勾的勾对葡萄勾的勾好的勾取取六老师一遍没葡萄勾的勾哎呦啊真不得对好取个点点提横横者横竖者横竖撇捺取勾取好的可以吗要么啦可以可以 ,OK, 打理布他们可以。好那么老师说练习练习啊读读写写。好第一个是特别特别特别分别处别分别别处别处。OB, 特别特别准突了不要啦特别。分别分别准快加比如低加 Z, 分别。好 and then, 别处别处所以的掐你呀我不要啦别处。好那所以老师说完这里有别别别好老师说别把它的哭了标记吧哦。别忘。别忘 ,OK, 可以。别忘。别忘记呀、啊。啊别忘记呀、啊、别忘。OK, 下一个读一下。手指南针都是指的、嗯、对的第二个是指挥手指指南针好的老师的指把这哈里标吧哦指今天生子人嘛写开指路灯、哦、指路灯也可以指路灯我们也可以指点林林老师是指点一下的对吧好下一个读一下吧。风风向。风风向。地缝。风向地缝。前。前方。前方。千方百计。千方百计。好方向都来先我表的。地方你呀千方百计你两个都没好老师方把这哈里标记吧哦南方、啊、南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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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南方好的这些呢抄写一下老师说这靠了抄写不如啊把这然后是课本里面也写一下课本里面也没 OK 继续往后注音必主词的好第一个字是什么第一个字什么蒸对了好什么蒸指南蒸好指南蒸可以下一个是忠实嗯忠实对了忠实好的下一个是
下一个是展。啊，展指路灯，展指路灯，展指路灯，就说一盏啊，我们就说一盏灯了，表妹，一盏灯。啊，一盏灯。好，下一个是，学习的虫 ，OK， 这个是。稠蜜，好，下一个是什么？蜥，树叶蜥可以吗？啊？蜥是什么？积雪。积雪，积雪。下一个是啥？我看不清。嗯，下一个是什么呀？导，向导，指导都可以，向导也可以，指导也可以。好，下一个是碰上，好了，是慌张，老师第八是慌张，慌张，对的，慌。慌张，对，就是这样写。慌张，好的，来，这些也需要写一下。那里来一步路啊，宝嘞，大家一起再读一遍。好了，编排姐姐啊，灯。好的，可以来李佳媛念一下吧。我说指南针，中时，盏一盏灯。我说我要吃什么片？稠蜜，积雪，导向导，碰上，慌张。好的，非常好。来，下一个谁？石默默念一下。指南针，周时盏一盏灯，稠蜜，积雪，导向导，碰上，慌张。慌张。好的，来，重述一念一下。好。真能慌。中时。中时加一江红东红。稠蜜积雪刀。向导碰上慌张。好的，可以了，来继续往后。什么？继续。OK， 来第一，大家一起读看。要是你在野外迷路，千万别慌张。大自然的指路。大自然的指南针会帮助你辨别方向。辨别方向。
他也是个忠实的向导，北京西市人指路灯，要是能住北京西就不会在黑夜里乱闯乱闯。嗯，好的。要是啊 ，OK，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可千万别慌张。大自然的指南针会帮助你辨别方向。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北极星是盏指路灯。要是能认出北极星，就不会在黑夜里乱闯。好，来，李荣要念一下钥匙。李荣要在吗？啊，没听见。好，那么来孙丽霞念一下吧，钥匙。要是你在野外迷路了，可千万万丈，别慌张。大自然的指南针会帮助你辨别方向。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嗯哼。北极星是指星是是盏指路灯。盏指路灯。要是你认出北极星，就不会在黑夜里乱闯。嗯，就不会在黑夜里乱闯，非常好。来，黄胜豪念一下。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可千万别慌张。大自然的指南针真会帮助你辨别方向。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北极星是，星是光指路灯。要是能问出北极星，就不会在黑夜里乱闯。就不会在黑夜里乱闯。好的，可以了，来继续往后。老师问你们回答，中午的时候太阳在哪儿？地上的树荫指着哪儿？中午的时候太阳在冷天，地上的树荫正指着北方。对的，好，来再读一遍吧。中午的时候，太阳在冷天，地上的树荫正指着北方。北极星永远在哪儿？北极星永远挂在北方。在北方。北极星永远挂在北方。树叶怎么告诉方向？树叶瞅的你是南方，树叶心的里面是
的一年是北方。OK， 好的，可以啊。看的雪怎么变成芳香？看看雪怎么？要看看哪边的雪化得快，那边的雪化得快呢？黄灯片，慢化得慢。好的，可以了。老师哦，这个填空也要写一下，因为是明天我们放假了，对吧？星期六星期天，这个填空要写，然后这些回答问题也要写，回答问题留了一遍没？来，啊，这靠编排机器啊，啊，老师，啊，我有那个，我有啊，李进城，啊，李进城问，李进城问，啊，然后是谁？佟丽蕊回答。中午的时候，嗯，好，来问一下中午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太阳在哪？地上的树影指着哪？中午的时候，太阳在南边，地上的树影正指着北方。北极星永远在哪？北极星永远挂在北方。树叶怎么告诉方向？树叶红的一面是南方，树叶西的一面是北方。第四，老师，第四是啥呀？嗯，看这雪怎么辨别方向？方向，看这。要看看哪边的雪化得快，哪边的化得慢。嗯，好的，可以了。我会连呢，老师，这个来连一下吧。第一个是什么？打开窗户。哦，对了，好，下一个是。然后是辨别方向。对了，辨别方向。寻找宝藏。啊，寻找宝藏。辨别方向和寻找宝藏。对了，下一个是。茂密的枝叶。啊，对了。的乌云。等一下，茂密的枝叶。茂密的枝叶，满天的乌云，清新的空气啊，清新的空气，清新的空气。好的，太简单，如那个是因为你得了，你得了才简单的。来，大家再读一遍吧，打开什么什么。打开窗户的辨别方向，寻找宝藏。辨别茂密的枝叶，方向满天的乌云，清新的口气，清新的口气。嗯，好的，清新的空气。空气好，可以了。来了，所以老师，闹个哈里有多久没笔记嘞？来，大家一起读一下吧。野外迷路，野外迷路，风中飘然，树影指引，树影指引，枝叶。好的，野外迷路，慌张，天然，指南针。辨别树影枝叶，好，下面读一下吧。太阳是个中的时的小的北京的小的小的小的大树叶会来帮忙，
狗群里的女爵会给你指点方向。看来是个忠实的向导。北极星是盏指路灯，要是碰上阴雨天，大树也会来帮忙。沟渠里的积雪会给你指点方向。好，这些笔记也要写，他累了一下没？那我们今天到这儿了，好，大家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好，再见。现在就回来了。嗯。